英特尔酷睿 i9-12900K CPU-Z 测试曝光，单核超越 AMD R9-5950X。IT 之家9月27日消息，英特尔酷睿 i9-12900K 此前曝光了 Cinebench R23 的跑分数据，多核成绩达到了30549分，超越 AMD R9-5950X。近日 ，B 站网友 idol 第一号曝光了一张 i9-12900K 的 CPU-Z 测试图，在单核测试中击败了 AMD R9-5950X。这名爆料者公布的 CPU-Z 软件截图也显示，处理器采用10纳米制程 ，TDP125W-L3， 缓存总共为30兆。指令集方面，这款处理器拥有 AVX、AVX2 等，但是没有 AVX-512 指令集。